叶思成，你千万莫想袂开呢，只要你好好配合，我能力都会让出来。可是你敢对我动手，你未来人生路我有去。无道啊，这口气我真正吞袂落，其实我早就查出来啊。那是记者查到讲你有收一大笔钱，准备要报道。你为着要脱罪，竟然讲上瘾业界乌西里，我讲你的手段敢会收过浓度，收过垃圾？ 我讲的拢是事实啊！即马只要剩咱两个尔，你还想要讲白贼咯？讲，我说你也要到底想。哇！我无想要阁继续甲你啰嗦啊！看你即马哦，想要乖乖啊，互我甲你抓起来，还是爱我叫警察过来来支援？啊，安尼哦，死狗，你的罪我担哦。你若剩你即马甲讲这，我会惊哦。我嘛是为你好。 啊！死狗，警察围过来，万一你伫咧水杯过程中发生什么意外，上伤心的人是谁？你阿妈？敢讲你忍心看你阿妈为你受苦？啊？那你我即摆感觉回头路较难行。假使你即摆哦乖乖导航，我甲你保证，我一定会想尽办法哦，甲你斗三工。 互你毋免关遐久啦！你遮尔巧，你应该真清楚，这代志哦，佮继续安尼舞落去，对你一点好处都拢无。你想清楚啊未？啊，若无，我会敲电话叫警察来吼。死狗，警察迄边若电话接起来。 你都无救啊！好嘛，我逃，你安尼就对我啦。想要甲我硬拄硬哦，只是自找麻烦啦。你先坐下。 你了，这么讲，即马讲好啊，过会相信啊。这案件若是无处理好，是影响着你未来的政治路。你为着要保掉你家己的名声，到时阵你一定牺牲我一家。你讲了我唔对，我绝对不允许这样代志影响着我未来的前途。所以我一定把所有的罪撮对恁遐去。就算你即马知影。 是过会当甲我安怎？真正唔惊死了？惊死！哈哈哈！哈哇！你敢真正敢对我动手啊？唔想看你无？啊，参前你这样有良心的人，就算讲刀啊，跪伫我颔管仔顶，你嘛拄袂落。安尼哦，啊，无咱来试看卖。 你敢做那么鬼？是你讲要试看卖？快快快！志成，你莫怪我，唔是我要害你的，是嘲讽啊！那钱嘛是伊送来啦，我嘛是叫伊害到凄惨的，你知影无？你甲我讲哦，政府伊拢安排好啊。 我威胁我，一定要把所有的代志哦，拢留你啦。就安尼，我才会当脱罪。你确定是草包你无讲白贼？当不出人命，我阁骗你是要创啥啦？看起来总站无讲白贼，你拄则毋是？子成，想袂到咱的默契遮尔好，嘛配合甲遮尔好。 甲这只老狐狸拢骗去啊！哪里跌回去？红墨水。